心痛侧背，你这药房里面还在熬药啊，躺到床上下针，你公孙内关胃心胸，然后你再下针下天突、巨阙、关元，天突、巨阙、关元，在这个针法三个穴道，针法是从《黄帝内经》里面来的。针一下去的时候，当场心气就打开来，然后20分钟以后，你就会压他第四椎，他就会痛在第四椎，因为你针下去以后，这个心郁结的心气呢，就会停留在第四椎的地方。好，正好在胆的地方，因为心包跟胆是相交的嘛，哈。这个心包，你心脏不断的搏动，这个心包膜这个有条神经直接落到胆，所以当你心脏在搏动的神经呢，就会刺激到胆，砰一压，好像那个香水一样，一喷那个盖子，一压那个盖子，香水就喷出来。所以我们胆汁出来的分泌的胆汁讲，砰砰，胆汁出来的速度是心脏的速度是一模一样的。